体 Q 弹劲道，淋上特制酱汁，香气扑鼻，搭配炸猪皮，崩溃点缀。鸡肉炖到入口即化，加上剥皮辣椒原汁炖汤，遵从古法从陶瓮熬制，每一口都是万华人记忆里的老味道，将要熄灯饕客念念不忘。三四十年，它口味在万华不错啊，价格又很实在。崩皮面啊，内底伊个佫有一粒迄款迄落呀软蛋。因家的软蛋哦，好好吃哦！哎，小哥，可不要，可不要收啊！丢啊！哎呀，太可惜了，人家不做，你也不能一直叫他做啊！我若想的，就去买来吃啊。抢眼黄色招牌一挂就是百年，明治三十年创立的老店龙城号获选为行阿来万华一百万。店里头黄色公告写着因租约到期，无奈只能结束营业。我刚才看公告说到十月底会搬去别的地方吗？就没有要做了。龙城号能在万华飘香百年，也有它独门秘诀。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它的这个碰培面哦，它的面是用这个阳春面，然后碰培就是我们讲的猪皮哦。那当然它的鸡卤饭也是非常有特色，所以如果它因为这样子没有在营业，应该是所有老饕觉得会很遗憾的事情。百年老店后继无人，又面临店租问题，万华美食再减一，成为时代的眼泪。近期我们陈真佳、童燕云子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